偷吃东西，抓到！抓到！偷吃哎、欸！哇，自己傻没料哎、欸！自己傻没料，自肥哎、欸，兄弟，你怎么跟自肥？就自肥一下嘛！不是我今天那个买的摩斯的那个鸡块，好好吃哦、喔！屁嘞，你个屁！嗯，没事。没输。我捶他两下。OK。被吸到经验，被牛。我就是牛哎、欸。哈哈捶我。被牛吸到经验了。哎、欸，被我吸、就是。兄弟，你是牛。捶啦。GP 呀、啊！冬兵，冬兵，冬兵！你怎么玩鸟，兄弟？那刚刚不是你在讲吗？说没有，说没有，没有，没有办法、啊。对啊，我只剩这只了，你知道吗？牛梦吗？你输一片天呐、啊！我觉醒牛，我跟你讲，觉醒牛感觉一点用处都没有。上一波视野，那吃兵就干他。砍他！他输，输你了。先耗他一波血。有、哦。对面打野是蝙蝠侠。哎、欸，他露出他的把揪。他死了。我治愈，不要杀上面那只，杀上面那只。呜！我是想打上面那只，我踩你。停、欸！还有一只，还有一只女刀，还有一只女刀。哇！差一刀。没菜，哎、欸，女超过来了，女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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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威胁，女超没威胁，哪一个是我？我靠，你一定没有看我 IG， 你干嘛、啊？我杀死女超啊，但是我回城。抱歉，看到没讲完，你记得后补，别再后补了吧，哎、欸，太难受了吧。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 ，Dragon， Dragon， Dragon， 还在，还在，不敢，他不敢，他一直拿东西射我，哈、欸、哈，不是没到，调皮，他死，他没有闪，嗯，哇，他没死，他死，他死，哇，我被什么打死了？爆死。蝙蝠印记，蝙蝠印记，不是我被勇爪太多下，你知道吗？我从头到尾一直吃吃勇的大招、欸，哎，我这一轮野，我这一轮吃这轮野，我吃了他三个大、欸，哎，太夸张了，我这轮吃了三个大，我傻眼，哎、欸，萝卜萝卜萝卜，啊，不行不行不行，阿良，不行不那个，这样这样那个不要打，他会复活。感觉不后悔吧？一个回城，你看他又射到我了，我觉得不合理哦。是不是觉得有点奇怪呢？哦，单杀了，单杀单杀，克的克的。调皮，没错啦，这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，被我扭一个大的，还不开大，哇，很能撑啊，等下他没有大嘴吗？哎、欸，他怎么没大？来灌伤害，吼叫。没有标记到，我
你可以。啊，没大没大，女创没大，女创没大。交给你了。马甲。好，我要帮他治愈的，但是我。那中路那个会不会太想坏坏啊？他大开过，他大开过。来的。我们已经植物系配合了。大开过了就开看。一起使用阳光烈焰。这样是不太好哎、欸。要等一回合哎、欸。阳光烈焰。吸收阳光。给阳光。这个是耗伤感嘛？对，没错。Got it。拜拜拜拜。不太优秀。我的确没看懂外语，没关系，你以后有一天会看到的。感觉我不在，应该不能回去。那我帮你。哎，这头牛别！这头牛又要自肥，刚刚已经肥那么久了。什么？他们明明怎么死掉了？他没有活过、哦。他没有活过、哦，是这样子的、哦。他一直都没有活过、哦。靠！那怎么玩游戏？哎、欸，中中中！敌人消失。蝙蝠侠在附近哦。我知道他已经。他灌那灵力吗？他大招应该结束了吧？大招没有这么久了吧？厘米都在中路。嗯？轰他一波！诶、欸，我一个手塔，轰！可以可以可以，我来中路了，我来中路了。杀路杀路，不要再守塔了，兄弟，杀路！没有在守塔的，我一直都很杀路啊、欸，兄弟，快点国定杀路日！想灌我一套是不是？要不然我会霸体。我直接冲过去杀、欸，这灵隐很自动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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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先吃饭，我先吃饭。牵我线呐、啊，我要回家了。哦，小贝，回锤，来啊，爆吧！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玩闪电侠的原因。也不是打不赢闪电侠吧。猴哥，小草，五十太多。再多来，没中到，还敢守塔，没塔了，你知道吗？还敢来呀、啊，皮米，皮米，啊，死！哦、牛的动作真的很慢，改快一点，这超强，就是一放就咚咚咚这样子。优秀，太硬了吧？比我阿妈还硬，超硬的、欸。你要就是超硬的、啊，我直接吃一个那个、欸，这速度天天嘞、欸，真的。好，那只勇只要出来一次就死一次。我一个中路吃吃哎、欸。就说啦，出来一次死一次，还是敢出来？这个也是要死啊！我直接把他们逼退。我去中路，我去中路。好，可以拆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可以。没兵了。没兵了，没兵了。要凉，我要凉，我凉了。我没有盾盾。我凉了，我知道，上一波盖过了。哈哈。干到就得死了，你知道吗？你换我们领零单吧。哎、欸，我去吃那个。对、欸欸，你们看着办，我在吃这个。哦、欸、哦，兄弟，我留住他们。哎、欸、哎、欸欸、哦，
我不会倒哦，我不会倒哦，我不会倒哦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来，死地挪敲爸爸，我敲到头破掉。那个勇怎么不敢走出来啊？哎、欸、，Hello！ 太坏了吧，兄弟！我敲到头破掉。哇！哇！被电死了！哎、欸！哇！那个勇，那个勇。等到有高端挡在这里，敲到你头破掉啊！哇，那有不太敢再走出来了，我觉得。兄弟，雷电级牛魔王宣告不行。你，你用雷电级啊来？感觉好认同感咩？感觉这勇只要一出来就要死了。不是非黑即白。雷电魔王宣告不行，攻速这么快也没有用啊！牛魔王要攻速干嘛？他就是头笨重的牛，哎呀！不行不行，要出一些正常的装备。那个时间点，我再偷一下东西，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做那个做坏事。现在那个勇，你知道那个勇超霸吗？他不敢走出来。哎呦，他冲出来了！好，动作一样的慢。好，旋转。哦，这个勇很气，中不进了，好痛好痛！撞到。治愈。我还在扛，我扛到最后一下，感觉不行了，感觉要回血一下。雷电级牛魔王就是这么的猛。回波血，回波血，刚敲出了雷电级的。哈哈，哎，你伤害有够哎，不然那个勇不会死，我觉得可以。可是我觉得你可以出个破阵。我觉得破阵应该比雷电级还痛。破阵一定比雷电级好，因为你超人跟我敲起来，再跟我好来好去。哎、欸，这有红。嗯，我、哦、有，我、哦、有，我、哦、有，唔当唔当。一切没带。不行不行，我怕了。我可以压吗？我来了。看起来不行哎。呜呼！不行不行不行，大开了，没有机会就算了。下面有波兵线了。那我要去吃凯撒了，我自己去吃凯撒。我不知道，他怎么死了？他死了、欸，我怎么突然有两？等等，对面会起球，对面真的会起球，我跟你讲。没事没事，我快吃完了，再给我一下下。我吃完了，可以打可以打。他看到我们少一根，他哎、欸，这个家伙这个家伙，家伙有机会吗？给我护他。动，别撞。可是没有很残血，还是你现在爆发很高？哦，哎、欸，哦，抓到了！这波再忍一下好了，我龙先扣着。好，继续无情，我直接蹲点。我去带上线，只差一百多票。真的假的？我招上面哦，我招上面吧。来哦！我又中箭了哎，他到底想怎样？我觉得他是不是看得到我？你也真的。这个装备好像有点像马洛。嘿嘿，啊，没办法，中没闪，中没闪。哦，哇，哇靠！那个谁，这波帮你开怎么样 ？Nice 兄弟，直接帮你开好看吗？可是我刚开始马甲。但你有看到那个谁吗？那个蝙蝠侠被锤拳。再给我抖！我靠！太凶残了吧！再给我抖！太凶残了！可以，才掉了。GG。
太凶残了吧！没有，你知道他刚刚射我一场，射我十几箭，就在那一下把我的怨气给发泄完。